今天呢，我们讲这个是真的不老传说啊！真的，它真的是不老传说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外星生物。而且我们每次一讲到面膜，就会讲到它。哦，保养的真好。因为他曾经跟我讲说，他每天敷面膜。哦，刚刚乃哥有讲过。对啊，有哎。就才讲这个人就来了，怪了。对。看到没有？好，热烈掌声的欢迎包伟明。永远的欧巴又要出唱片了，已经出了。哎呦，你看，第二永远的红鞋女孩欧巴，还好，哎呦，小鞋，谢谢，小鞋妹妹，真的是，是，你真的是太棒，太厉害了。没有，是有快歌也是跳舞的吗？哎，对，哇，这合成做的还不错，瞎的瞎的，不是合成吧？是合成，是合成的。哦，你有冰块合机？我们要现场对照一下。很抱歉，我不能亮相，因为答应老婆。不要没意义了。哎呦，干嘛呀？好了，那你摸好了。没有，你自己摸，没关系了。三四五六。我看到哪个表情是八桶吗？是八桶还是六桶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个。哇，触电！哇，触电！真的有啊。有哎。真的，他有真的有装那个。对。装什么？浪板。哇，衣服。哎，好厉害啊你。而且我花了。还蛮用心的，因为其实来讲要练六块肌啊，很不容易的。对，要降体脂，你的体脂要降。对，就像我儿子现在，他要降体脂才能够练六块肌。没错，你不是说你又吃又喝，然后去练，不行，出不来的。对，你现在真的要减重，把体脂降到很低，六块肌才会出来。对，我现在体脂已经差不多在12左右，11。这样子，十二很低。我先降。你为什么要让自己这么辛苦呢？你问我唱片公司啊？我唱片公司，他说唱片公司叫你弄六块又不能漏，你神经病啊！不是，因为我还有接下来的计划。哦呦，演唱会，好期待哦！演唱会耶！那这张专辑是方方放对，2468十首歌哎，我都是专辑，全新创作专辑，全新的。我上一张啦啦啦嘛，那对啦啦啦，所以我从跑跑跑到啦啦啦，现在方方放，方方放，就边跑边拉边放。那我可以这样子，这样真的，这梗真好，真的我也觉得。我本来想说找方方方来帮你打歌，对对，哎呀，这个好，现在恭喜包伟明，谢谢了，方方放，谢谢，好了，那大家言归正传。二手拍，对呀，今天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，好，其实东西二手拍最伤脑筋哎，因为事实上你要把东西要拿出来拍卖，除非是真的用不到，是，那如果跟有缘人分享，对呀，是 OK， 对呀，对呀，对，我就是用这种心，但是每一个都很舍不得，对，有很一些的蛮 detail 的故事，好，对，那我们来看看从最右边吧，哦，右边啦，啊，右边这个是我老婆是刘依纯，是去年我们结婚的，我们知道恭喜，那这副眼镜是认识他送我第一副眼镜，就是他送你的，对他那时候买，因为我那时候我少了一副就是墨镜，哦，比较宽的，是婚丧喜庆都可以用，对，我讲真的啦，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黑色也要得体。那也要买一个，那他就买了一个 Fendi 的，对，那 Fendi 呢这一款又是我觉得很值得纪念的，因为它这个 Mark 是用软木塞的，哇，它是软木塞，低调但是又有一点奢华的，超多软木塞就搓一搓就烂掉了。他应该有做特殊处理吧？没有，就不知道。他真的很就买来之后想要再买第二副，因为我那盒子不小心就压到，我想买第二副就没有了，就没有了。那这副眼镜就觉得很有那种范儿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偷偷在交往，很多人都知道。我几岁的人还要偷偷交往？没有，不是要跟大家报告，因为大家知道，就是我跟我老婆在要相处的时候，其实她母亲是非常反对跟圈内人交往。所以在6年多前那时候，那时候我们就偷偷交往，她就送了这副眼镜，我就觉得哎，这个感情好，但是现在很少戴了，因为现在流行不同款式，所以我那时候就常常带参加什么要捻香啊，很适合哎，真的吗？很适合，因为现在都在复古啊。哦 ，vintage。不是，那这么具有纪念意义，戴起来也蛮好看的。为什么拿出来？就没有再戴了。因为坦白说，夜眼镜越买越多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奶哥应该也是。戴戴看吗？奶哥太适合，他的脸。戴了会是。我跟你讲，什么叫红鞋女孩欧巴？你要知道，我不随便戴。哦。哇哇，哥你戴吧，麻烦你哥。我一戴。
包文明刚才画面就要修掉了，会放在最后在他的后面啦。我 OK， 加油，我们是你的后援会。OK OK， 各位观众，看一下哦，我要带了。到底有什么好神秘的？看一下。但是哪个戴眼镜真的还蛮帅。不是，因为我怕观众这时候去尿尿干嘛的。不会啦，不要去尿尿，好不好？不要去关灯哈。好哥，看一下，好帅。帅翻了，张东健。哦，我以为张东西嘞。张东健帅。那个欧巴，真的，那个讲我张东西没有了。好帅哦！哇塞！哎，老婆送他的第一个礼物，对啊，这好有纪念。没有这个，我有跟老婆。但我们今天现场是有男一个男生啊，但是待会要拍的话，对不对？先给你带来看，不要不要抢哦，不要抢哦，先给你带来看。女生可有带过吗？哎，是男孩子，带来看。哦，男生。哇，也不错啊！不用站起来，不用站起来，你真的不用站起来，好不好？好，不站。不是明星就不是明星，你知道吗？来，第二样。好，这个没有用过，那这一次是新的。对，这个新的。Coach。对 ，Coach。嗯。然后这个呢，在去年我们蜜月的时候，老婆就偷偷就是买了一个皮夹给我，我说我想要个皮夹，但是我要的皮夹。是不是你需要这个？我要有拉链，模式型，模式型。对，那我是要长的，他以为他就帮我买这个，但我觉得也很好看。对，只是我真的用不到。嗯，我用，因为现在很少人在用，以前是要插在口袋啊，是是。那现在用不到，那这个还不错，是还可以放很多信用卡。对，这样子。就我一辈子没只用过一次皮夹。是哦。因为第一次用呢就掉了，掉了就抽掉了，是容易掉的。因为你知道吗？屁股哦，你看像我现在弄 mini 麦有没有？有啊，对，已经一股了。哎，一坐就很不舒服啊。你的皮夹是不是要揣到后面？对，你穿到前面坐不下去啊。对，你穿到后面好，我们就要去吃饭或者是喝咖啡啊，往桌上一摆，人一走就忘了，喝完咖啡走就忘了，很方便吗？对，这个适合长，当然不是这个颜色，这个适合女孩子，因为它有多一个包来当做里面的。如果是真的带，我们也不能。男人拿这个就。讲这什么话？手指头出来了。对，手指头。出国也蛮方便的啦，因为有很多的卡可以放。对，那就觉得很可惜。要那么多卡干嘛？从来也不敢刷。哎，对，那我知道哪个。对不对？都是为了几点用的。可以刷一下几点。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，这是没用过，都没用过。钱包，全新的。来，哎呦，哦，这个皮带，还有个皮带啊。哎，讲到这个皮带，该不会是老婆？我老婆其实很不开心。很不开心。他当初因为我们去试礼服，那他说，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有点胖，因为我胖了胖肚子。是。然后他说你要不要弄个皮带？我说好啊，弄皮带。他就去精品店去买了一个这样的皮带。嗯。然后买回来之后呢，结果我穿的是白色的西装，我根本用都用不到。你刚刚讲试礼服，因为这个品牌它是做西装，意大利非常有名。是的。是的。然后我老婆说她很用心去找一个也是很有。我们就讲很有 sense 的一个味道，他说可以适合，但是我居然不喜欢，哦，因为我觉得搭不上。老爷，你穿白裤子，你老婆买这些东西好像都不是很喜欢。这些都是老婆买的，烟包大哥。那这个我很喜欢啊，这我真的很喜欢啊，只是用不到。哥，你不能拆散人家，怎么可以离间人家呢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这是他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好。然后买下来就真的用不到，用不到就放在那边。没错。其实像我们家也有，就我们常用的东西，我们就习惯了用。对。那用不到的东西就放那边，也都新的，那很可惜。那正好哪个有你们有这个新节目，对，他们在问我说，哎，如果是这样东西，够意思，真的，而且都是老婆送的。好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有三件。对。我想不要为自己，为你男朋友，为你先生，为你家人，对不对？今天。有谁想要得到我们明星二手拍的哪一样？想来竞拍？想问问这个腰带可以带到几腰？几腰？几腰？对，我告诉你，我都没事，不要，我都没事，我只是我32腰嘛，啊，跟我老公不一样，可以啦。哇，奶哥其实很适合你，今天再去打洞就好了，可以啦，那个打洞就可以，可以。原价是，哦呦，原价，还好啦，全新的，没用过。而且它质感好亮哦，对，我觉得很有质感，没有用，那就当初就是那个就，你的底标价多少？出一下，我啊，2000，2500，2500，2000，3000，我买了，2500，刚才还有
金标，金标，金标，不公平啊！又这样了，我们也要参与啊！这些人，对不对？人家那个出200，你们出到1050，那什么东西？你们这是真的？看到这个名牌2000，你们就被抢了。最不喜欢这种观众，你不要气成这样了。不要再气我们，气了再安静，2000。两千五，主持人不能来啊！不能来，2500，三千五，啊，就停下来了。我对，三千八，哦，它原价大概多少？1万多，那我还可以再第二次卖第二次，对不对？4000，你买来干嘛？啊，对，拿去那个二手的那个啊。哦，他说买4000，再去卖8000，然后我好精打细算，好聪明啊！怎么艺人过得那么辛苦啊？干嘛这样啊？赚钱嘛。来哦，4000。小哥，我想说他也用不到皮带，你结束在他那里。OK 啊，我还对皮夹也有兴趣。哦。4000吧，4000一次。等一下，这个会不会很小、啊？全新，而且它的吊牌还在耶！不会，老公腰蛮大的，说可以，他可以，可以打都可以打，这是我最大的。哎，好像他没有那么粗啦，没那么粗啦，好像可以耶，当然可以啊，多少？4000，4000，4500，4500一次。小空，我可以再卖高一点价钱，还是5000的话？我已经嫁人了。4500，两次。我是。掌声喊你家，喊我一声欧巴，变出一朵花。哎，你好像可以节奏可以快一点哦。4500，三次。小轩。它是质感还不错了，而且很适合配。它很素，但是它很有 sense， 真的没戴过，真的没戴过，我是真的没戴过，他连动都没打，你看看，对啊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一拿来我说啊，你怎么买黑色的？哇，结果老婆脸就有点垮，这是何首镇的哈，好不好？耶 ，OK。结果小贤做了一季呢，也没赚到通告，没有赚到几十倍，买了一大堆明星，你是不是买很多东西啊？我给我自己，我真的会很省。可是如果带回家给另一半，我就很省的。漂亮，刚刚有人说皮夹有兴趣哦，我说皮夹，哦，对，而且他应该会越用越有质感，因为那个皮的那个感觉，对。其实刘一纯的眼光算不错的。他说这个很好看，这个面我还蛮喜欢。很少啊，我跟你讲，好不好？来，底价多少？也是2000，好。嗨，没关系。2000太便宜了吧？2000，3000，赶快抢！3000，我帮你抢。2000，怎么便宜？多少？2200。3000，多少？3000那边有这个。3000，他叫3000了。3100，3500，3500，3500，4000，4000，哦，绝对划算，4000，他的等级，4500，哦哟，4500，都不够原价，4500一次，4500两次，我看一下。我看一下还没有什么东西，因为我也没用过。他里面结果弄了10000在里面。是房间。没事没事。还好，哦还好，你看我都没用啊。都没用过。对，差不多。4550。绝对超过很多了。4550。4000，多50啊。对啊。这个锤实在敲不下去。4600啦。4600。一次。这个要看喜欢啦，如果你。用不到就觉得很可惜，4600还不错，两次，超了吧，哥，4600，3500，耶！这你为什么要买这个？我可以给我的未来的老公啊，就讲男朋友就好了，干嘛？就是现在连他好想嫁，对呀，我超想嫁的，他好想嫁。有没有男朋友？就是没有很多年了。没有买他干嘛？对呀，先把他这样啊，我未来就有了啊，至少先买个那个礼物，到时候可以送他。真的哦，对，是不是？但是帅哥那边拿来一定会有遇到，对，一定会有那个美满王就来了。你可能会选到一个。唱衰，又唱衰了。
好了，有人要想要这个吗？戴起来不帅。你说戴起来好看也就算了。他戴起来真的穿龙袍不像太子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但是真的是不适合你了，不适合你了。好吧，而且你这个有我自己的故事，有点像定情物的感觉。对，而且第一件的，好不好？耶、yeah ！那边这个是四千，我要用皮带拴住我老公。谢谢，谢谢老弟。赚饱饱，赚满满。我的老公。OK， 大家都为这个节目在找老公的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再次谢谢包奕明，谢谢。